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带上江城，带上江城下水出动。没受伤的带上受伤的，会水的带上不会水的，一次能过5-6个，谁都不要抢。现在，下水。 没事了，那个怪物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封在潭底了。你等我一会儿。哎，你有没有绳子之类的呀？ 哎，我看你这墨额不错。你，哎呀，我什么我呀？你这种关键时刻就别再计较这些了。能有你的腿重要吗？你这个人真是，忍一忍啊。